哎呀，Hello，晚上好。晚上好，爸，晚上好，山野下，晚上好，村村。哎，这边好像给我挡的。谢谢屯屯的玫瑰花。今天的猜猜好，大家细心的观众，谢谢不是鱼腥秋天的奶茶，请把你的问题发在公屏上。晚上好，今天的猜猜是细心的同学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直播封面是一个盘头造型，现在呢是一个披头发造型，请问我为什么把盘头发放下来了？不细心的话就退出去重看一次，不好问。那请问你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靠我心灵感应一下感应到你在想什么？美女是徐佳佳，因为披头发舒服。这个范围太大了，这个范围太大了。它确实是因为舒服，但是它是因为一个什么举动让我觉得披头发比扎头发舒服一点？是因为一个动作，一个境遇，太美了，心 了，头皮疼都不对。Hello，晚上好。清零，猜对了，披头发靠着舒服，但是不是躺在床上。也不是睡过觉，没睡觉，没睡觉。我刚坐下舒，就是躺了一会儿，不是躺了一会儿，就刚坐下坐了一会儿开直播，没有拽头发。是这样的，我们打车回来的时候，因为那边到我们这边的那个，谢谢屯屯的玫瑰花，谢谢吧我的玫瑰花。因为那边到这边的那个公共交通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很鸡肋。它距离很近，但是公共交通时间很长。然后还要步行很久，所以我们打车回来的时候，我这样坐在那个车座上，然后就是这个夹子嘛，这样子在我的后脑勺上，我这样靠的时候，我说好痛啊，好痛啊，然后就把它拿掉了。蟹黄面好吃吗？还行，但是我觉得有点点就是性价比不高。先把乒乓球记下来哈。没有头发？难道说你是那个潇洒哥？不是不好吃，好吃的。就对我来说，就是说有点点不值118块钱，119块钱。那一碗蟹黄面119。幸好我勤俭持家，我点的那个团购。去吃塔斯汀了，没有那两个口味啊？对，不过好像那两个口味确实容易售罄。我每次就是点那个小程序，它也售罄，老是售罄。300块的蟹黄面，那我是一点儿也吃不起，吃不起一点儿。蟹黄包今天也吃了，没想到吧？一碗蟹黄面要119。你们看一下照片吧，我去，因为我那个这个手机没有口袋嘛，所以我用这个手机拍了之后就没传不了。哎呀，拍的这个颜色不是很好看。不过这个动态还是挺吸引人的吧，我到时候给它加一个滤镜。一流前辈吃过300块一碗的蟹黄面，哦，一流前辈真有钱。我刚刚怎么感觉这个美颜开的正好的，怎么一开播就感觉脸这么大，好奇怪。再开大一点。远，对，看着是不错的，挺好看的。
上海有自己的沪币，不懂了吧？来上海的人都要互签的。想当年我过这个互签过了好久呢，因为我没有外国人朋友，他们说我这个移民倾向比较那个比较大，加上我是白本，我的互签是白本，就是过来很难。但现在就好了，我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工，我现在是工作签。我也想你们。那个什么来着，不过他们家蟹黄面虽然我觉得一般，但是他们家蟹黄汤包还行，因为有一些店的蟹黄汤包会有点腥味嘛，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馅，他们的内馅就是有点蟹腥味，虽然对我这个海边人来说不算什么，因为我从小就经常吃清蒸的鱼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感觉腥味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上次跟我的大学室友一起去吃，他就说哇好腥啊，他吃不了一点。他是第一次吃那个蟹黄汤包，然后吃了就说太腥了，吃了一个就不要了。我那一家确实是比这一家腥。准备好握手会让我尬住。发传单还好吧，不会尬住的。喜欢梭子蟹还是大闸蟹？大闸其实我们那边的说法叫甜蟹和江蟹，我不知道梭子蟹和大闸蟹就是分别代指什么。好久不见 Doki 现在开心一点了吗？传单让我大吃一惊，大吃一惊啊！你们不会搞什么土味传单吧？握手会带蚕蛹给我吃，我不敢吃。你可以吃，我可以就是喂给你吃，但是你不要想着给我吃，我有点接受不了蚕蛹。看样子好像心情好点了，是吧？大闸蟹是河蟹，梭子蟹是海蟹。哦，我想到了，我喜欢，都喜欢吃。我喜欢吃江蟹生，就是生的那个生腌，蟹的生腌，我巨爱吃，从小就爱吃。但是我妈妈说，因为它有吃生的，可能有寄生虫，所以就不让我吃。vlog 有几个镜头好漂亮，让我猜猜，哎，好，快点，大家送一个玫瑰花，快点开启新的一轮竞猜。一点惊喜都不留。好，谢谢八敖送的玫瑰花，请听题。许佳佳觉得她的 vlog 里面自己最喜欢的镜头是哪一个镜头？确实，不懂生腌的有难了，超级超级喜欢吃。但是因为大人他们吃了生腌，他们可以喝黄酒，就是我妈妈说这样就是不太就是不会太难受，或者说不会太危险。但我小孩子吃了生腌，我不能喝黄酒，所以妈妈就叫我少吃。但是我超级爱吃。彩蛋，就是我坐在那个东方明珠上的那个镜头可以排前三吧，但是我不算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感觉自己最最最最最好看的是哪个镜头？根本没人回答，天哪！原来大家都没看我的 vlog， 只是在这里敷衍我。在这里逢场作戏是吧？出道深血不对，十八了，妈妈不让你喝酒，确实我觉得迟点喝酒好。谢谢片片的玫瑰花，海鲜的声音。哦，那我吃的应该都是海鲜的声音。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吧。第一次握手之后，那个也挺漂亮的，也能排前三吧。但是我 no 不是那个事。不好意思，没看。我们先，要不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谢谢 Do Fly J 的蹦迪。谢谢 Do Fly J 的蹦迪。你这个来的很不是时候。我刚刚把我的 Vlog 打开 ，Do Fly J 豆腐，你有没有看我的 Vlog？ 我问你，你有没有看我的 Vlog？ 看了。那你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项哪一个镜头呢？一键三连了，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骂你了。天哪，我本来都是要，就是你知道本来说什么吗？我说你在这里连我的 vlog 都不看就来看我的直播，真是让我很寒心。但是你都说你一键三连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了，只能说今天你是一个有眼力见的人。打个差评。No， 来，我们先一起看看吧。啊，不过这是那个，还有没说的吗？我把它翻转过来哈，请看。哇，我要把弹幕开着吗？开着吧。哎呦，他这个给我的脸也在这里，就是美颜一下。这个 BGM 啊，这也可以当做一个题目。不是，也不是那个拍了没用上的物料。其实刚刚已经有一个人猜对了。但是我就是找一个借口让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vlog， 大家欣赏一下吧。没错，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们看，这个时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的解释，我只是觉得把它删掉很可惜。片片，恭喜你。好久没吃才不问我，好想吃。这是我第一次对着镜头讲话，就是录 vlog 的时候，也不算第一次吧，就是讲了一大段话，那时候还有点装呢。谢谢存存的玫瑰花，就是还有点假，你们听到没有？然后今天本来还在减肥期间嘛，但是刚刚哦，被扒是什么梗？就是我们出道前不是公布了名？哎呀，新闻你好会说呀！你是不是在这里就是因为没猜到，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出道之前我们不是公布了名字嘛，然后大家就去搜那个名字，好像是搜新鱼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有点太大众了。就搜不到具体是谁，然后搜新宇的名字，发现了我们两个在那个微蓝图书馆里注册了。新宇震惊，心说、哦、这都得让他们搜出来了。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一看那个，我说天哪，这都让他们搜出来了。而且我们那个其实里面是原来是有公开微信号的，我们俩已经删掉了吗？后来不是，我跟你讲，真的吓死谁了。是有公开微信号的，那个里面本来因为我们参加志愿服务，那个负责人要那个嘛，要联系我们，所以我们的微信号是公开的，但是他们没有，应该没有发现。没人加，没人加，
超级危险，就是他们一发那个，然后突然想到我说有那个微信，我赶紧去跟新宇，就是把那个微信号给那个删掉了，然后随便编了一个，随便编了一个假的在那个在那个地方。对，因为后来我们加入那个上海这边的总群了，负责人要是想联系我们的话，可以在群里就是艾特我们，就不用加到我们的微信。对，太危险。我在想，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说扒名字什么的，我都在想说会不会被扒到以前的读书的时候啊，或者什么别的之类的，或者说别的小号呀什么的。但是，啊，跟我掰手腕的大叔，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你说跟张怡婷分我一个礼物的，现在有没有分？我还开直播我说了呢，我说我帮张怡婷那个，但是人家没有来。我还跟我的粉丝说了，没想到今天来了。啊啊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跟我那个张怡婷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跟我那个掰手腕，你还答应了张怡婷呢？算了，不要，别吓人了，人家过来随便看看。那个到时候一见面就要人家送礼物，我太坏了，我深刻检讨。大家聊天吧，总选的时候我知道的，大家都有这个要为之努力的人。在这里看看直播是为了放松心情，怎么样就能把这个钱就是一下子送出去了呢，对吧？好，我们接着看。不把人家吓走了吧？我错了。你回来。哦，看这，这是搞笑的桥段，我真的受不了了。那天我在拍前面的那个视频，就是拍前面那段的时候，我说来营造一个文青人设吧，让大家看看我到底就是在高铁上是多么的这个文静。多么的有文化，在这里看一会儿书吧。然后我说录了一会儿看书的视频，结果我真的没看几秒钟就看到了这个。我真的我笑死，我看你们老笑的不老笑。而且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就是说挑了本这样的书看，我根本都不知道。我看到前面那个主角把他狗叫佳佳的时候，我已经心里很不爽，但是我说也没什么，就是说佳佳这个名字我忍了。没想到我看了几个看出这样的一句话，真的是问号。我在高铁上问号。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蓝王梦？里面也有那个有一只母狼叫佳佳。对，塞纳河里有很多人叫佳佳。气数了。蓝王梦还有点好看，我小时候超爱看的。其实我录了我拔下来的牙，但是里面有就是这个时候这边不仅没煮，反而还就是流畅了很多呀。这个时候就是感觉不那么夹了。这边是拔过牙。这时候讲话就是正常讲话声音，就是已经有点习惯，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自己房间就很放松。我现在嘴只能张这么久，就这么大，再大张不开了。因为我拔的牙是竖着，就是它没有阻声，就直接一下就拔了。烂牙还在嘴里，会疼吗？我就是感觉有点害怕，如果确实啊。谢谢武韩玉的快乐小林间的玫瑰花。
这个向阳的星光，这个还贴在后台，我真的是很那个。应该是，但是我也没有那个，那段时间我不在喝。哎，现在看着有点肉麻。就这个镜头我也很喜欢。对，对，我喜欢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镜头，自然的那，对呀，我一个人去坐船，唱军歌有点那个，他没有了呀，后面就有只有一个军歌就没了，我去那个。一个人坐船的时候，那天真的很热。本来是跟新宇一起去的了，新宇那天跟妹妹一起去玩了，好像，就是那天我出去东方明珠的那一天，对吧？是新宇的妹妹刚好来了，所以跟妹妹一起去玩了。不然是跟新准备跟新宇一起去，然后后面就一个人一起去，因为新宇妹妹不在上海，从外地过来嘛，她肯定要去陪妹妹的，对吧？再让你们猜一个，我这个茶水表业务是他们非要我加上的，像我这么单纯的佳佳怎么会想到有茶水表的业务呢，对不？有些人非要查呢，非要给我茶水表。他刚刚送了玫瑰花，请听题，请啊，谢谢武汉玉的快乐小零件送了48克巧克力。怎么查哪个？你的微博 ID 也是一样的吗？眼睛，对。那你的微博 ID 是这个吗？这是同样的是吗？啊，好的，那我就去搜。支持一下业务，谢谢。豆腐不是点歌吧？豆腐是点麦来着。豆腐这个本来想骂豆腐的，但是豆腐还最近做的有点好，有点骂不出口。好了解你，只能说我记性很好。好了，我找到点了，在这里自作多情起来是吧？豆腐说好了解你，搞得好像我跟你多熟一样，没有没有很熟。咱们只是记性稍微有点好吧，这个业务记得很牢，也可能是因为今天没什么人点业务。
别在这里自作多情了。说什么？好了解你，真是的。武韩玉的快乐小临近。哦，说起这个，小五前辈改了名字之后，他的超话怎么办呀？我突然，因为你看他，你的名字虽然你的名字也跟着他一起改了，但是你后面带的超话还是那个他原来名字的超话呢？小五前辈改名字了，你不知道吗？最近。谢谢，谢谢 Doki 滴滴的秋天的奶茶。哦，他还没跟你们商量好是吗？对，我也觉得，再建一个副超，33分钟前转发了小五前辈的这个8周年照片。哇，他这组照片有点纯欲。哎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手滑了，手滑了，不是这个，不是故意放大的。小五前辈会原谅我。你这个是手滑，真的是手滑。漂亮，不错。下一条，命运的 X 号，这是一个散场的 flow 吧。以及一个出街，下一张是出街。好了，下面的就是应该不用再往下看了吧，就下面是一些文字了啊。漂亮，对吧，对吧，好了好了，对。请听题。我 vlog 选择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首就是 vlog 的。谢谢片片的玫瑰花，因为热爱，喜欢好听，因为我选择了这首歌。你在这儿，在这儿呢。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没跟他们讲过。就是让他们猜，这是那个上面写的心有灵犀，猜错了要送一个玫瑰花哟。是的，没错，因为是粉丝推荐的，就是月度推荐歌单里的一首歌，然后我在里面选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是，就是挺惬意的，这是粉丝推荐的歌哦。谢谢我韩玉的小零件，得快乐小零件的玫瑰花，拜拜拜拜。这不算，这怎么能不算呢？谢谢纯纯的荧光海。算的算的，如果你们能猜出来这个它的原因的话，岂不是就是猜对了。变成黄光了，纯纯要点歌吗？今天应该可以唱歌吧？谢谢纯纯的玫瑰花。好好点了，但是最近很多天都没唱歌了，先做好我破音的准备。咱们主打一个这个，谢谢 Doki 滴滴的玫瑰花。
需要开动，就是需要放大的脑洞吧。有些时候就是突然就是那个 get 到就是能 get 到，有些时候就是感觉猜很久，像上次那个猜酸奶的那个。纯粹干嘛开始炫耀了？炫耀那个水。对，我不敢站起来，我怕那个。Yes, yes. Thank you.哦，对呀 ，Doki， 你刚刚送了奶茶，怎么没点的安之书呀？哦，好的，我错了。奇妙能力哥 ，OK。哎呦，下熟了，能力哥。奇妙能力哥怎么唱一下歌还要 VIP 的，我才不能，我唱 Life 吧。啊，还可以这样，还可以把这个分都交易起来了，可以。但是存存下次这个猜对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哎呦 ，Life 版还有很多欢呼声。我只是实事求是，我只是这个换一个灯啊，这个灯是我今天刚买的，因为原来哎，他这个 Life 我不唱不来，我还是开那个原唱版本，不用全民 K 歌。别难过呀，这个灯是我新买的，跟我一样都是敏感小孩的宝宝们。奇妙灯，灯它是这样的，它刚买来，我刚从快递里拆出来呢，但是没就是用了一会儿就没电了，我把充上电，下次就不会没电了，因为我已经受够了那个夹在上面的灯老是没电。刚吃完饭打嗝了，喝了水哟。别哭了，大家。现在是唱歌环节，哦，是我唱《奇妙能力歌》太悲情了，你们在现在下面哭的环节。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明白你。他不会被天打雷劈，什么意思？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谢谢豆腐的柠檬海。我变成荒凉的景象，变成无所谓的模样，
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这值得呀？什么呀？你是你们在一还是你们是在一还是在那个呀？还是在在一呀、啊，在网易云评论是吧？我以为在告诉我呢。到点了，现在才现在几点？7:40，别一了。7:40还没一呢，哎，大家都不是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呀。听过空心的回忆，于是脚步上移。听过被诉说的秘密，没听过你。我抓住散落的欲望，天旋的风让我紧张。我抓住时间的脚下，没事，现在不是跟你们有故事了吗？我包容六月清晨结冰，包容不老的生命，包容世界的迟疑，没包容你。我忘了置身不惧孤单，我的眼泪默默是想要，忘了百年不生的话，没能忘记你。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不会的不会的，大家不要伤心，不会的。想起叫宝宝就很好了，宝宝们。Doki 你在这里真的是，这是歌词。不过我那个我想说啥，你让豆腐点水星记，豆腐还没点歌呢，你求求豆腐，你说豆腐求求你了，我想听水星记。刚刚那个他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我是第一次从头看到尾。原来他讲的是忘了眼泪不过失笑药，我一直听的是忘了眼泪不过是笑料，我觉得我的这个理解比较有意境嘛。不知道在这里说什么。对啊，我也以为我说忘了眼泪不过是笑料。感觉这样子比较那个呢，确实。豆腐不会走了吧？豆腐假装自己不在。都可以有呀。哦，对了，明天我们要去冻补，真的变水煮蛋了。就是要把头发全都包到后面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光头，我可能明天说不定还会录 vlog 素材呢，因为就是从出谢谢，陈文国全宇宙最帅的两分，谢谢，等一下拍一下，一会儿我去记下来，动捕就动作捕捉。动补买了两包10周年出了就睡前辈 MVP， 最近一前辈电脑卡啊，你好幸运啊，元宇宙，对，谢谢陈文国全宇宙最帅的两分，对，就是要把整个人包成头发，哦呀你很哦羡慕，然后要穿一个吊带一个裤衩子，就是整个人穿得很紧身，把你的这个建一个模。我是那个了呀，因为
明天不知道能不能录，如果很丑的话我就不录，如果就是还能看我就录一点素材。变身黑寡妇 maybe 有点像。而且还不能画就是别的妆，只能打底，打一个底。谢谢 CY 的荧光海。我准备好好的打一个底，因为他要拍的很细，好像。好，小西换了一个人撒娇了，你跟 CY 撒娇。豆腐，你咋回事？你是这个，你们两个有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肯定我只唱一遍，才不唱两唱两遍多傻呀！好的，我先唱《水星记》，然后唱那个。你好，你这个前缀有点那个了。CY 想听什么 ？CY 快说，不然他们就代言了，他们发言中。嗯？怎么没声音？哦，谢谢 CY 的荧光海。又没声音，哎，这全民 QQ 怎么回事？嗯，我还是在 QQ 音乐里比较好。今天就开一，今天是开一专场吗？难道说？两个都唱 ，CY 你好宠他们呀！你在这里，你不会是为了你的 CP 滴滴就是打下基础吧？就现在我的直播间立一个人设，说自己是就是非常的宠对象这么一个人设，将来你滴起 CP 来，大家就是蜂拥而上。哎，这好低。我先等他唱完前奏吧，这么低我低不下去 ，sorry。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温柔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谢谢豆腐的荧光海。豆腐，你是希望我叫你什么？就叫你全称还是叫你豆腐呀？看你。一首光棍送给百事可乐，万一我不会唱光棍怎么办？我就放给他听，可以吗？谢谢。如果他这歌这么低，那该怎么唱呢？难道说我把声音低下去？对，那你要是高八度，你高不上去。哦，谢谢粉粉的荧光海。你们，哎呦，好会讲。你得叫豆腐啦。好，你们等一下，你们快出去，我已经忘记你们到底谁送给谁了。还要多久才能和你
自己，却这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很多的心事怎么可以拥有你。我刚刚搜，就是我以为这个原版没有那么低， sorry， 太久没听，看上面有温柔女生版，那就是 CY 的凄美的和笨，然后豆腐的一首歌和 Doki 的一首歌。今天10.9块十块卖了鸡，不吃狠狠一亏，但是我没有吃。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能让你发现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趣至少可以啊，我只听过原版的，陈楚生有一版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多很多人都唱过。笨，先凄美的，然后笨吧，反正都差不多。凄美，呀，这首怎么也是他的呀？但他不会也这么低吧？听袁娅维的，什么？听袁娅维的，袁娅维是吧？好的，我在这里找一下。我很爱你。哦，在这里。啊，袁娅维他听起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那我怎么唱上去呢？请问，杨馨予不管我的死活，只是想听歌。没关系，这首歌我也唱不太来，大家欣赏一下前面，然后我可能会唱。啊？嗯。啊，让杨馨予现唱一首。这个版本我倒真没唱过，没。对吧？大家真的是有点有事业心了，你们很适合来当小偶像。这个字我现在已经会了，是不是读炸炸山的巧克力？小思是谁？是他吗？你们都好熟呀 ！B 站首页刷到我，真的是我在唱，伤心了。大鱼在玩手机。哦，霸占位。哦，他在霸占位，确实。Sorry， 还是没有我，让你跟我一起唱歌。我可以唱幻境，好吧，水果。嗯，他在扒幻境。哦，一会儿我要去，因为我一会儿我要去学舞了，有两首舞，总想要跳，我还跳不来呢。我下播学舞，努力，我也努力。唱完歌我们就学舞。他早会火柴梗了。多多关心，多多关心。不行，不能关心，他来关心我。找到你，是在你
就是这条上不去。我可以扒火柴梗吗？那我在哪跳呢？让我去 S 的代役吗？请问，问号。就是啊，我什么水平你们还不知道。你哎，这样说，杨馨予你别跳了，火柴梗让我来跳吧。我们这么好的室友，你不是不答应吗？不让跳夜蝶了，现在跳了就罚款。对，没版权了。行，如果你有这实力，我们俩投一个双人曲行吗？双人曲火柴梗。这样吧，他负责，哎，不行，他负责 live， 我负责火柴梗，就站在那一张火柴梗，来往旁边跳。等一下，叶总发信息了，我看一下。哎呀哎呀！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哎，又一了，这个也蛮一的，没想到吧？到时候咱们这个 CP 叫什么？嘉兴路是吧？咱们嘉兴路 CP 横空出世，成为金曲前七，跳一双人曲火柴梗。双人，火柴梗双人曲，你是一个礼物是？他们说的，他们说有一个人要单手托举我们两个进。一腔天真换来几夜红尘，交出了我的青春，我的自由身和留白，那部恋爱课本。说好要一起携手走过人，在微凉暮清晨，一转身只剩下手心残留的余温。所谓余生，就像人生，终点时刻牺牲，离开的人，脑下的身，被辜负的永恒。我的余生，无限可能，像无尽夜幕深深，或许此生只为看热闹破门。我一人已走过小半生，坦然懂，有时破碎也是一种完整。抬头望天上星辰，三里分，有些灿烂，因为短暂而永恒。冰雪问，那漂泊无常的缘分，却让每一个你。给我们是不是在层层阵痛中出生？所谓人生，就像人生，有美丽有残忍，就算遗憾也要勇敢，你不能迷失真。可是人生无限可能，在有无数未完成。太高了，我真的是这首歌真的很高，我发现就是四八越早的歌越高。
看不上去，硬夹夹死我了。确实。好高，光棍是吧？白诗你在吗？请听这首豆腐亲情推荐给你的歌《光棍》。原来还是什么？还是胡歌唱的？是不是？这不关我的事，是豆腐推荐的。啊，这首歌怎么感觉有点熟，有点耳熟的？哎，不依了吧，大家浅开心一下吧。潇洒为感情犯错，他太傻，这歌我真唱不了，咱们没听过。满世界嘻嘻哈哈的乱逛，有太多心情等我逍遥啊，天知道寂寞。五号你们要见面是吗？你们要面基。我要是不是的话就问题大了，姐姐妹妹。晚上好，不露晚上好。我以为我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以前没见到你就哎，我吃完倒是没，就是没有很撑，但是路上越走越撑。爱上你了，哎，这首歌的名字。看到我更新 B 站，没错哦，我们刚刚还一起看了呢，没看到请快去吧，看完我的直播再去吧。这首歌的内容跟我以为我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人，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光棍结婚了的故事，不是结婚，就是喜欢上别人的故事。拜拜，吃饭现在还有点晚了。对，别人都不点的。还有848个人在听，不错。是的，是新天三里的歌，我也才知道。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还蛮搞笑的。谢谢纯纯是纯纯的秋天的奶茶。嗯，我还以为纯纯你改名了呢，怎么了？他是你的 CP 吗？你们两个还整点这 CP 名呢。要问什么问题吗？请打在公屏上。不是，哦哦哦，大家就是无论看什么都要填。啊，不懂不懂你们之间这个复杂交错的这么一个感情关系。谢谢深藏不露的荧光海，不露要听什么歌？
我们基本上唱完不录这个歌就，你啥时候去练习室？我其实主要站位，我发现他哦，不用去练习室的吧？哦 ，OK。不是，那是他地上，其实地上跟还不一样。嗯 ，Rose 的更好品味，好品味。这首歌我还买了呢，请听我的本地下载版本。但这首歌，谢谢纯粹是纯纯的秋天的奶茶。虽然我现在开着这个，哦，对，纯粹给你的歌还没点呢，请点。点了，咱们差不多就下播了哈。Thought that you remember, but it seems that you forgot. It's hard for me to blame you when you were already lost. Oh yeah, tired of always waiting. Oh yeah, yeah. 请问没有拦着你不让你问呢？我说请把问题打在公屏上。纯纯是纯纯也是，请你把问题打在公屏上。I just wanna be the one, but two, you are already died. Tell me why'd you have to hit and run me? Now I'm all alone crying ugly. You broke my heart just for fun. Took my love and just left me numb. Now it's 8 in the morning, 8 in the morning. All because of you. Another story that's sad and true. I can feel it picking you.真的是很怕我们就是一起来，人家老是给我们活跃气氛。下一首是 Doki 的这个流着泪微笑。耶哦，流打错了方。好，纯纯给你点的是吧？这首歌听名字一看一听也是假烟假酒假朋友的类型。他叫说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真的真的。
点不开歌词。惊动了心跳，眼泪来不及思考。谢谢陈宇的荧光海。画面在向我警告，其中的温柔变微妙，爱的感觉慢慢变老，在阴霾中不停燃烧。此时此刻你还在想我吗？是这样吗？如果真是回答，看你远去，眼泪慢慢落下，一个人的习惯，没有你在的世界吗？此时此刻你还在想我吗？还在回忆你说的每句话，字字句句落下，刺痛我的脸颊。躲高音。傻傻看我，流着泪淡淡微笑着的牵挂，永远不变的童话。到时候就这样唱到高音，然后把话筒给你们，你们负责唱下面的这个音。没事，不要一，下一首就是假烟假酒假朋友。虽然这首歌确实很音，尊重这首歌。唱得真好。你还在想我吗？是这样吗？如果只是回答，谢谢陈宇的两个蹦迪，谢谢小小歪啊，小萌新都不欢迎哦，我刚才唱歌呢。谢谢陈宇的三个蹦迪，谢谢陈宇，谢谢陈宇的又送了三个蹦迪，谢谢。刺痛我的脸颊，旋转木马，傻傻看我，流着泪淡淡微笑着的牵挂，永远不变的童话。谢谢陈宇送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共九个蹦迪。永远不变的童话。陈宇。骂死 Stocky， 我刚开就是刚刚要张口骂你了，幸好还没开始骂呢，我可以同时骂你们两个。你现在送了九个蹦迪，晚上好，晚上好。我先把假烟假酒假朋友那个放出来，很适合一，好吧？真的吗？真的不要我骂你吗？我这个可以随便那个一下。请问你要听男版还是女版？假烟假酒假朋友，这位朋友，回都可以。那我们就听一下最多人播的男版。都听。感觉听这个很难正经起来骂人。因为他这个地方他推荐给我最多人播真品母带，你们敢相信吗？真品母带的假烟假酒假朋友。大家好，会跳舞啊！来到此刻，我们来到这个云南战区。大家谢谢纯粹是纯纯的五个彩色粒，请评论区的大家把双手牵起来，我们开始跳舞了。他这个歌
词好与时俱进啊。我以为这首歌是就是那种以前的山歌，然后把它 DJ 起来的，没想到里面还有什么最后是我在做舔狗这种话。把我哄到你家去，半夜三更你赶我走，半夜三更你赶我走，家人家酒家朋友家朋友，家亲家戚你家姐妹，把我你牵牵到手。弹幕跳舞跳很好，我都看到了，很会跳舞大家。我看一下下一首啊。喂，刚刚那首迪斯科是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哎，我有，对，我赶紧趁这个机会使用一下。然后插上这个，插到那个里面。哎，对对，遥控板呢？哦，在这。好了，看到没有？哦，别问什么是迪斯科。好，等一下，这个对光，对光就是把我闪瞎了。我先给他那个调暗掉。闪瞎，没有，没走这个路线，没走这个路线。哎，错误的，错误的。别问什么是，别再问我什么哈，别再，你们听见没有？这才是我平时听的歌，非常的高雅。是张强版的还是新裤子版的？我听到新裤子这个名字非常的有亲切感，因为我的女儿也叫新裤子。那我们听一下新裤子版本。谢谢百事可可乐的荧光海。你截图了，别截图，我身败名裂了。张强版可以可以，张强版。这首歌叫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啊，好听，我听过前面的那个，身败名裂了，徐佳佳营造了这么久的气质美女形象，完就是毁于一旦，都把这个调个 smooth 模式。哎，谢谢陈宇的荧光海，一个两，你先送吧。打着灯，这灯太亮了，我们开一个，打在后面的幕布上吧。打了呀，打了呀，别打在脸上，打在后面的幕布上。其实它应该这样子放，对吧？你们看，它有很多版本。谢谢陈宇送的，哇，好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荧光海。你看，还有你们看这个，这是斯海西版，这个是strong版，这没有感觉，没什么区别。神魂颠倒，好的，这是废的版，废的什么？哦，渐变版是吧？这个是 smooth 版。观音的那个黄色可以，来了吧？这个，这样考吗？应该。我没有在没有亵渎的意思，没有亵渎的意思，只是怎么在 cosplay。
那我今天穿的人太清纯了吧，不太适合你们今天的这个风格。手扶，你点奢香夫人，好的。百事刚才排的是什么来着？神魂颠倒，好的，那就是神魂颠倒奢香夫人。除了百事的荧光海，豆腐的一个荧光海，还有陈宇送给 Doki 的10个荧光海之外，还有9个点麦之外，还有什么没了吧？不会不被我忘记了吧？忘记了自己出来说哦，不要偷偷伤心哦。只能说是许佳佳就是个记没记住。神魂颠倒，噔噔噔噔噔噔 ，yes。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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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纯情的样子，总是占有意味，不懂你微笑后的意思。希望你对我诚实，爱你却是下心情，就让我的悲伤碎了一地，在我的眼手里，分不清楚那是自己，抹不去残忍的方式。当你说完后，我才清醒，在那迷幻的世界里，你爱得很有趣，却忘了我存在的意义。邪恶的游戏，你还在梦里想带罪的羔羊迷失自己。我们会打这个灯，好有抖音直播间的感觉。对吧，抖音直播间就是这样的，后面就有一个灯。随意的玩弄着每一个会泪湿的玩具，还有点不敢。老一点的出去，或许能解开这个谜底，在你的眼睛里，早已经是过去。在没有温度的夜里，带走了你的情绪。谢谢豆腐的麦人，啊！谢谢豆腐的麦人，他出主角，谢谢豆腐的两个蹦迪。存在的意义，邪恶的游戏，我还在梦里想带最高羔羊迷失自己，为什么还要想呢？有什么好笑的呢？时间从前灭火过，你还依然的迷惑，虽然还没有出口，这脚本还在演奏，神魂颠倒不知所措。You got me。在那迷幻的世界里，你爱得很有趣，却忘了我存在的意义，邪恶的游戏。我还在梦里想带罪的羔羊迷失自己，原来奢香夫人是凤凰传奇的歌，天哪。看来大家这个没事，我原谅，我是一个很会原谅的人，原谅你了。大家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我精神状态挺好的呀，我状态精神挺好的呀，我状态神态挺好的呀。挺好的，我的神经状态。
豆腐，尼克，你现在你还知道？你还记得在你点出啥这种就是让土味歌曲之前，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氛围吗？我今天化的多么的温柔的一个淡妆，穿的多么清新素雅的一个翠花连衣裙，在这里跟大家款款到来，在这里跟大家就是谈心。你一下就把我们这直播间变得这么土味。我虽然很体谅你是想大家不要这么 emo 的这个氛围，但是你这样是不是打断了那些 emo 的人呢？怎么一点都不想体谅那些想 emo 的人呢？不贴心，你只想着自己开心就好了，自己想蹦迪。他们在聊什么？我在骂粉丝。老铁，你也别说别人，你不要以为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个有钱朋友就了不起，就让你的有钱朋友点了多少个蹦迪，谢谢纯粹是纯纯的红包海，就让自己的有钱朋友点了十个骂人想骂你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他送十个蹦迪很简单，我骂十个蹦迪嘴都要骂累了。哦，好的 ，OK。你分两个给纯纯。纯纯，不管你接不接受吧，你这个。把你的这个小号长得像你小号的这个人叫过来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在这里骂，就是说一个说要叫我，一个说不要叫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在这里打情骂俏。真的吗，纯纯？好吧，我错了，我是气质美女草间立口，你不要那个误会了，我真的是气质美女，这都怪那个豆腐，就是豆腐说的对，你以为我是随便什么人都骂的吗？咱们是感觉跟你熟才骂的，陈宇什么意思？就是，好，这个，这灯真的照的我有点土味了，姐妹们。谢谢片片的荧光海。都可以，刚刚你说你要听啥来着？我记得你报了两首歌，手扶托什么手扶，可以点。都可以，你好坏呀！你怎么让人家这么伤心？他看起来都那个有点伤心起来了。手扶。Doki， 你再把你要点的歌就是发一下吧，因为被刷上去了。刚刚在激情唱《流着泪微笑》中，手扶托拉斯基。真的吗？我记得你刚点的不是这个歌呀。想要被我骂的可不是白骂的，请看公告。好的，江南 style。天哪，大家不能让我当一个气质美女吗？公虾，公虾米是不是王建荣那个版本，还是郑一涵的版本？哦，好的，小苹果想到了。
哎呀，怎么办呀？如果别人这个，今天可能大家就是都比较嗨吧。我确实在成为我的气质上的这个绊脚石。我看傻了，虽然是在我的直播间，姐妹们。让自己研究一下。确实。不会吧？里面不会有什么故事吧？Doki 老公在外面有这么多老婆，在这里还有这么多老婆。这个 BGM 给这个吃瓜带上一丝诙谐气氛，你明白懂？明白懂吗？没想到在我的直播间，小直播间竟然上演了偶像剧。你不是长得就有几个臭钱吗？我不稀罕你。天哪！佳佳只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我越看越怕。当不了一点，气质美女。确实，我这嘴差点说出一个很坏的话，打死他走。别，不是我在蹦迪，你们看看他们的邀请，他们要听这些歌。不如跳舞，确实不如跳舞。虽然那个有些感情纠葛，但是在跳舞面前，一切都先放下，先把舞跳好再说，大家。谢谢豆腐的蹦迪，谢谢豆腐的两个蹦迪。哪个夜店主播洁身自好？其实主要是有点害怕，我不敢一个人就是那个去夜店。真的吗？是不能讲的。确实，而且我觉得酒也难喝。室友露出了徐佳佳经典表情。专业吧，这
背景都还可以变的。你看，哎，变了吗？哎，变吧，哇，太合适了，太合适了。我看那个抖音的主播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镜头可以跟着主播人动的，主播这样啪扭过来，然后那个镜头就这样啪扭过来，好厉害啊！但是那个好像是要连电脑的。Yes yes， 我现在要是放一个一的歌就很厉害。这首歌好漫长，好漫长的人生，虽然只有3分40秒。我虽然有点糊，会不会是打光的关系？因为爱情，好的。但是在因为爱情前面还有小苹果和龚虾米，咱们还得再土味两首歌，好吧，我很开心。SNH48 的小苹果，豆腐，你这个业务点的，咱们都不知道怎么卖你了。你看看人家还在爱情中那个呢，我好不容易跟他们讲，我说不如跳舞，在这里跳一会舞，你就让我骂你，就让我开口，我都不知道如何就是组织语言了，我刚刚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谢谢存存的48个巧克力，你要查谁？你要查你还是查群？我是你的小苹果，受不了了，好的，受不了了，我是你的小苹果，没办法，他们花钱点的这歌呢，谁花钱来治疗一下我的大鱼忍不了了，别再点土味歌了。这歌怎么这么，这个声音怎么有点像段玄前辈啊？好的。哦，不是 ，sorry， 乱讲的。这是734唱的，里面有赵月前辈、陈琳前辈、戴萌前辈以及一些人，别的一些人。查你的微博 ID 是什么吗？你的微博 ID 是什么？对吧？就特别这一句，感觉真的有点像段玄前辈，但是可能是因为声音很甜吧。你的存存，好的，真假？等等，你的存存这个。你呀、啊，可是，对呀、啊，我记得是你，那是存存，是纯纯也说让我查这个，你同意吗？啊，好，同意是吧？确实。我是你的小苹果。哎，还有一首。晚上好，晚上好。
还有一首杨馨予再忍一下。杨馨予不忍了，杨馨予要下去。杨馨予被你们吵走了，天哪！杨馨予也是。好，一会儿我来，一会儿我来找你，我要练那个。I wanna rock. 你们别害大鱼了。等一下，这可不是能开玩笑的。南大鱼是去八剑位了的，他是有事情，一会儿我带他去跳舞了。确实，我这业务还有好多，是的，把业务还完就那个呀，就下去。他做前辈的那个 I wanna rock 在哪里啊？我换了好多平台，在网易云吗？一直送一直下不去，那我们现在关队列了，以后后面送的就当干脆送给我了哈。谢谢 CY 的荧光海。对，好的，应该不会那么迟。明天我要早起呢，明天要去动捕嘛。Doki， 那个 I wanna rock 在哪个平台呀？我这边好像都找不太到。B 站哦，好的，那放完下一首《因为爱情》就行。卡住了，等一下，哦，我没开网，我说呢。好，这个灯终于可以撤了哈。接下来因为爱情，或者我们打一个因为爱情点的灯，这个颜色。你是外放的呀。哎，吓死我。大家觉得因为爱情是什么颜色？在你们心里，因为爱情这首歌是什么颜色的？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彩色，听听那是我们的。彩色会不会太就是粉紫色、彩虹色？哎呦，好吧，那我们就放一个粉紫。啊，这个粉紫太粉。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
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是的，我一下就 get 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这样子把头发撩上去了以后，这样好像那种就是感觉比较感风。谢谢纯粹是纯纯的荧光海，现在关注练了纯粹是纯纯，因为我一会要去练舞。哎，我要把这改了。算了，纯纯纯纯，你需要点歌的吗？你点的话就点吧，因为我还没说。哦，是纯纯送的。好的。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旋转，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再次光临哦，对哦，接下来玩的大家欢迎再次光临哦。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原来你们两个真的是在打情骂俏，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爱让旁观者受尽委屈。多西威，你要点什么歌来着？嗯，说起这个 I wanna，I wanna rock taco。 嗯，没有呀，前面还有片片，片片点的啥歌来着？片片 sorry 已经大忘特忘了，咱们是一个大忘记。请问你点的什么歌来着？张宇，还差一首呢，就到你了，好像。张宇哥，没有哎，搜不到，怎么回事？只有 I wanna play。谢谢摇领带的荧光棒。谢谢摇领带的荧光棒，嗯，谢谢摇领带的荧光棒。那先下一首，好的，下一首就到 CY 了。CY 你要点什么？谢谢摇领带的三个荧光棒。不醉不会。年轻前辈的脸超级小，哦，
好。视线不管天色黑不黑，心中玫瑰就不用处处防备。与默默前程路上，只要醉醺醺的一步没几步，能否爱得还美？啊，不醉就是。好漂亮，年轻前辈唱的 show stage 那时候还有的时候，今晚你的歌还点不点了？请点上吗？请先点，点起。对，他的脸真超级小，超漂亮的。我感觉真的好厉害，就他那。希望就是还非得走土味的路子。是不是叫 We Will Rock You 啊 Loki 只搜到了 We Will Rock You 第一个，哦，我继续说那个，说着那个因为你刚才说不是 I Wanna Rock Rock 吗，然后我想到我当初建 B 站号就是因为 I Wanna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小很轻量的游戏，但是很难。我那时候很喜欢看别人玩这个，然后我就注册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点什么？点歌不能了，其他应该还可以点。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对联那个？你确定你看的是这个？我因为我看到这种视频，我只会抠紧脚趾，你知道吗？我会替人家尴尬，所以我不会笑，多就是多那个我都会。我就是我就会夜里三点钟还在想，好尴尬，好尴尬，好尴尬。我现在已经咬紧牙关了。
这首歌是不是 Queen 乐队的那个歌？我只能说，谢谢你为我的尴尬回忆增光添彩。不会的，不会的，你问弹幕吧，我不太敢讲。展示我的经典表情，那个最后是不是最后一首？老公赚钱，老婆花。面露难色，左右为难，别那个，让请听老公赚钱，老婆花。啊，好，灯光来了。灯光来了，不要着急。老婆想你啦，少喝酒，烟最好别抽了。老婆，你放心吧，一切都挺好的。老公赚，为什么是一切都挺好的呢？而不是一切都挺好的？老公你辛苦了。可以点，你不能点歌了，你看你要点什么。啊，送点歌行，点吧。你的粉粉的，OK OK。 置顶与什么瑶的异地见面实录，你跟他见了好多次，但是这个 BGM 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氛围？祝你一切顺利，转发也可以有好运气哦。谢谢软狗的蹦迪。啊，看到了，看到了，漂亮。老公赚钱给老婆花，老公你辛苦了。好。Doki， 加命也命，确定要你确定要这个吗？求求你了，能不能点点就是正常歌呀？别点那个，我真的听什么我都不会笑的，我只会尴尬的想去死。你碰个小的也是一样道理，我都是尴尬的想去死。我已经手已经在桌底下把大腿掐青了。哎天哪，我的法令纹都出来了，都是你赔我钱去打法令纹，我天哪，没钱打法令纹。不能笑，以后谁要跟我笑了，他就赔钱让给我打法令纹。可以的，可以的。哥有老婆是吧？这边搜出来只有
做我老婆好不好？啊，啊，爱玩的哥们儿啊来了。我说家里有了老婆，别去犯错，什么都是浮云，那都是过客。不要毁了人家，害了自我。人家又分，人家又分为灯哎，真的是跟我有点一滴灯笼。老婆，她很爱我。同款哎。漂亮是哥的选择。哥有老婆，别再诱惑我。哥有老婆，请你别爱我，不能给你幸福。任何的承诺，哥有老婆，许下过承诺，哥的一生只爱我老婆。真无语了，我都紧张了，这歌能不能停一停，等到过了12点我再放行不行？谢谢九票。爱玩的哥们儿，你听我说，家里有老婆就别去犯错，什么都是浮云，那都是过客。这个歌词很不错。人家哎害了自我，当当当，哥有老婆，他很爱我，漂不漂亮那是哥的选择，老婆别再诱惑我。谢谢喜欢飞雪，我已经那个就是喜欢宝贝的99票，谢谢。老婆，请你别爱我，不能给你幸福，任何的承诺。哥有老婆，许下过承诺，哥的一生只爱我老婆。怎么完了呀？很爱我。飞行员前辈的哥老婆。哥有老婆，这首歌有老婆献给我们奶狗狗宝贝哦。背叛他和你们去生活，哥有老婆，请你别爱我。谢谢我们独宠小江的艾瑞山，谢谢我们珊珊，不是，谢谢我们那个艾瑞山宝贝，谢谢我们艾瑞山宝贝，祝我们那个艾瑞山宝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心。谢谢我们艾瑞山宝贝的99票。我老婆好了，下一首那个 Doki 的周诗雨前辈的忘了没有，无名之辈你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怎么不是那个呀，怎么不是忘了没有啊，没关系，那个什么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这又不是工作对吧，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血统都一样，去吗对吗，爱你不肯走暗巷，爱你不会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没有忘了没有这首歌，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血统都一样，去吗发个 BV 号我去看，我这边只有那个就是点进去不是的，我搜出来不是，不是，这是周周前辈的，快进，行，我先那个快进吧。你还能点吗？不能了。
咱们关队列了，我要去练舞了，还有两支舞没练的，总选上要跳的。这最后一首了哈。来耶，我可以放给双方收班。我正在快进中，正在快进中。有说那个有那个的豆腐，你把 B B 票发出来。行，下次明天就来吧。明天我们也还在播呢，但是明天可能会迟一点，因为明天晚上我有事情，早上我要去那个动捕，然后晚上还有别的事儿。好的，也还好吧，就是去看，啊，可以跟你们说，应该没事。去看一个演奏会，是我的朋友的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的演奏会。有看超话吗？哦，你发在超话了，我还以为你会那个发在存存发的第二条这个。欢迎许佳佳老公莅临我的微博主页。你给我截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截的好像是咱们在鬼屋。我先进我的超话看一下。哦，超话是宣传，我以为你说超话是那个 BB 号呢。不错不错，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糖果，网易云的是吧？好的。是徐，是那个徐唱的吗？关注超话了吗？我还没有那个，就是官方微博呢，关注不了超话。我都是搜了进去看的。哦，好的，带我去旅游是吧？好的，好的。嗯，网易云里面没有这个人呀。对吧？没找到，我说了没有嘛？我已经把那个视频快进完了。看，这是网易云搜糖果搜出来的，好像没有这个人呢。哦，看到了，看到了，这叫什么？他的名字不是叫 Echo 菠萝饼？哦哦，那个是别人传的他的版本，看到了。微博什么时候会有？二十场之后会有，还早嘞，还有九场。Ducky 还有几首？送了几首来着？送了十个是吧？好，如果有了肯定会跟你们讲的。然后做成奥特曼。好的。可能我们知道的比你们都迟呢，好像他们是会先注册起来，然后才会给我们。先注册起来，你们应该就能搜到了吧。Thank you.
我觉得泰语歌真的都还蛮好听的，我也不记得了。那你还要再点吗？再点的话就点，不点的话我就不就下播了。这头发，就是这一撮头发，我真的服了。叫《糖果》这首歌。请看，哎呀，我在这个。我的世界还有你。好的。哎呀，这歌我还放不了，我得先去 B 站放。他要买那个，他要买那个数字专辑才让放。哎，我都困了。这个歌好温柔。嗯，不是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在镜头前面，所以要装一点。没想到吧，我是个这么直接的人。因为拿手挡着了，不挡着就是不好看。嗯，很温柔啊，你看的。就是原来他们在点歌，然后就是点的有点多了，我一会儿要去排舞蹈嘛，所以就把那个点歌的这个业务关掉了。不是这个 emoji 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一直发现。可以呀，我一直走的这个风格呀。我的世界还有出道五周年的纪念歌曲，现在都已经十周年了，哎。哦，灯球啊，原来如此，这首歌很好听的。那个时候星梦咖啡厅还没喝咖啡吧，据说很难喝。好小的圆圆。又过了五年了。不会呀，什么时候说要来夜店风了？明天也是温柔风，明天也穿吊带裙子。超级漂亮，我之前本来就是正见想做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放很多衣服，然后我在里面走来走去的。但是这衣服太贵了，这一件衣服要500块钱，我那时候身上一共才2000，借不了那么多。然后我借了一件身上穿的，我身上穿的借了一件，然后另外一件那个播呀，明天播的。
但是晚一点，因为我晚一点回来，明天那个音乐会七点才开始呢。好的，七点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结束完我还要再回来呢。再见了，我的爱。不是旺仔装呀。哦，你说直播风格，点歌的风格是吧？看你们点什么歌呀？如果你们点夜店风，你们就只能夜店风。谢谢桃母 Q 吃手手的荧光棒。我们走一个，真的吗？那我们就默播，就坐在这里跟大家面面相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哭播，就什么都不干，只是哭？有的，就是坐在那里也不说话，一种行为艺术。笑播更吓人，但是那个姐姐非常之美，叫什么我具体忘了，是我在抖音上刷到的，很漂亮。然后她就是什么都不说，就这样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一直流眼泪，然后擦泪，流眼泪擦泪。是的，我见犹怜，梨花带雨。没事儿，估计是那个，他长得也不是那种清苦相的，他长得是，怎么形容呢？美艳相，对，长得很美艳。直播背景是一个大别墅，非常高清，他打扮的也非常的名媛，妆容精致，欧美妆，然后进行一个互播。最后一首再见了我的爱，对我有点要求有点高了，一边笑一边哭。我要是能这么厉害的话，我就去面试四八一传媒部。双重人格呀，我左半边笑右半边。假装自己是菩萨，吃播我倒是想呀，不能吃不到，就是咱们要控制。如果说我是很瘦的那样的人的话，我就可以每天给你们做吃播。我真的感觉自己要双重人格了，就是我一边就想，我说就是什么都不想吃，我想说减肥嘛，什么都想吃，然后感觉脑子里有另一个声音跟我讲说我想吃不下去，就是很发疯的那种。嗯，
吃播他们都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哎呀，豆腐，咱们得有自知之明，人贵有自知之明。哦，七七，就是平常吗？出门前拍，我没有镜子，没有拍 OT 的镜子，买了，但是没有来。我们现在照镜子怎么照的呢？就是在我们的玻璃门上照，线下吗？就是我线下就是正常女的不胖不瘦的那么一个程度，就是线下在所有女人里面，但是放在丝袜里面就算胖的，线上的话就是算很胖很胖的类型，没办法，但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在线上看的，不知道啊。再见了我的爱，请原谅我对你的不坦白。如果说能够镜头拍出来能也是跟我线下差不多的话，我也就是没有那么焦虑，但是镜头比线下又还胖，然后我线下也不算瘦，所以说我都知道，大家不要担心我在帮妈妈干活了，好的，拜拜，我也要下了。这是不是小骨架？可能吧，确实。看我这个骨量，看我这颧骨，看我这肩膀。好的，拜拜，拜拜，那我们下喽，拜拜。这么晚还学习，存存好努力。拜拜，工作好的，拜拜，我也去工作了。拜拜，晚安。